我叫方静怡，今年十岁。正经点。大家好，我叫方静怡，今年十岁，来自美国。不错，你会讲笑话吗？我以前会，但是我现在不太会，不太记住。那你讲点什么？我讲点东北成语吧。东北成语，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但是你要是想笑，你可以笑。OK， 开始吧。Ready？ 鸡足白脸啊，地头三挂，哈，鼻子碰着水，人家可鼻子拉瞎。嗯，不错。那你会诗朗诵？可以。Ready？ 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不错，听说你会唱歌，喜欢唱歌，给我们唱唱美声唱法，学一学美声唱法。好 ，1 2 3 go。再学一学女生唱法。好 ，ready，1 2 3 go。快跟我使用双气管，习武成人急急人者无敌。不错，挺美的。要不你再唱唱 rap？ 他们儿子不习惯，自己就儿子不然是不到进入棍棒，我都甩掉妖魔鬼怪，他们凭借人心换送你孤儿，只能带个小去，而那小人是叫那个。最近听说你唱的飞得更高，唱得很好，你要不要给我们吉他弹唱一首啊？ Sure， 可以。我要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，飞得更高。一直在飞，飞得。2019天生我才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全新改版了，新增4到7岁儿童组，比赛分3轮，歌唱、舞蹈、乐器达人比赛全年不停，年龄跨度更大，比赛轮次更多，比拼精彩更甚，比赛贯穿全年。2019天生我才祝大家诸事顺利。